你楼上怎么能往楼底下扔东西呢？是我扔的吗？是我扔的。就你们家扔的。别指啊，别指。怎么的了？你想怎么着？你说怎么的啊？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大妈让让。哦，您来了。您看看这是什么？哟，什么味儿啊？这个什么味儿？长了毛的包子，还是韭菜的？叫什么玩意儿啊？从楼上想扔下来砸我脑袋上了，这砸完了塑料袋都不带破的。这谁扔的呀？就是他们扔的，可死活不承认。不是我扔的，我为什么承认啊？你凭什么说是我扔的？你看见是我扔的了？别人家没人，就你们家。是最近楼上老是往底下扔东西，这块好歹是个包子，上回啊从楼上扔下一个大花盆来。谁不知道你老头就住一楼？你抬头二楼以上全是楼上，你凭什么说是我呀？别人家没人，就你们家。你挨家敲了？行了行了啊，都不吵了，听没有？你说我真不明白了，咱都住楼里了，怎么还大杂院那素质啊？啊？那砸着您了吗？还行，脑袋上没包，也没缝。嗯，我先给您赔个不是啊，就算我们工作做得不到，行吧？这么着，我回头给您查，等查出来是谁，我把他带着上你们家给你赔礼道歉，行吧？哎呦，您这么一说，我真担当不起了。我说这大伙儿，咱都街里街坊的啊，都自觉点，行吗？您说这么高的楼，再扔点什么花盆啊、玻璃杯什么的，再把人给砸着了，那多不合适啊，是不是啊？咱每天不得下楼买菜吗？顺手带下来啊，咱还锻炼身体了，是不是啊？张圆圆，哎，恰恰，哎，怎么了，孩子？啊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啊？朋友们都欺负我，说我是野孩子。啊，俏俏子啊，还问什么呀？俏俏在学校被他们说是没爸爸，是个野孩子。你说这些孩子都是吃什么长大的？怎么骂人不吐胡吗？我们俏俏招谁惹谁了？上个学也得受这份气。一个女人怎么带孩子这么难？我真的都快带不动。哪个当妈的不想让自己的孩子高高兴兴的？可谁能保证他不受欺负呢？乔乔，谁让你没爸爸了？别哭。不哭了啊。你好，老师。哎，你好。麻烦问一下，玉红三班在哪？那边第一间就是。啊，谢谢啊。没事。哎，您好，您有事吗？啊，打扰您了。嗯，我是俏俏的爸爸，啊，这出差刚回来，给孩子送点吃的。哎，俏俏，爸爸给你买的吃的，啊。哎，怎么不叫爸爸呀？爸爸。哎。爸爸。啊，对不起啊，啊，我这工作忙，经常出差，这孩子他妈妈一个人带着孩子。这孩子教育问题，还得拜托你们呀。没事。啊，谢谢啊，笑笑。爸爸再见。打扰了。没事。哎，慢走。再见。再见。江建平。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不去哪儿。
我就找你。你找我干什么？你干什么呀？快快松开松开！你就这么嫌弃我？说什么话？什么嫌弃？我是真的有事，我忙着呢。那你要是嫌弃我，你到学校去干什么？你干嘛说你是俏俏的爸爸？我不就是想帮孩子一忙吗？那孩子小，我不乐意看他同学欺负。欺负？真正欺负我们的人是你。我欺负你们？俏俏没爸爸，我们认了。那人家欺负俏俏，我们也能熬过去。可你呢？你突然跑到学校去说你是俏俏的爸爸，那我问你，你是能天天接他，天天送他，还是替他开家长会啊？练练。你现在说你是俏俏的爸爸，可往后你又不露面了。你等同学们都知道俏俏这爸爸也是假的，孩子就更得受人欺负。你这是帮忙吗？你这就是欺负我们。行，对不起，我这帮忙帮错了啊。哎，焦建平，我们结婚吧。哎，我什么时候答应过要跟你结婚了？是你说你是俏俏爸爸的。我刚不跟你说了那？反正我不管，这辈子除了你，我谁也不嫁。你什么意思啊你？咱们俩没那感觉，对吧？那以前就是你房东，我是房客，也没什么呀。你要是非找一个二十几岁的大姑娘，那我就认了。可你找那小学老师不也三十多岁吗？我还大几岁呢。我就是再一无是处，那你也看着俏俏啊。反正我是看准了，你不会让俏俏受罪的。你别这么说，这责任我还真担不起。我说这世上男人那么多，你要真想结婚，你登一征婚启事行吗？我不登，我看上你了。那我还不答应呢。你要不答应，我就不下火车。你不下，不下你得买票。我买票。那一会儿车到站，我下车呢。我跟着。你这是不讲理，你真是讹上我还怎么着？我告诉你要对你不客气，我就报警啊。你也不用报警，你自己不就是警察吗？再说了，我是爱上你了。巧巧，这些天的电话你一个也不许接。嗯，那得多少天啊？能接了我会告诉你的。巧巧，你再跟妈妈说一遍那天江叔叔到学校去说的话。江叔叔说他是我爸爸，还说你一个人照顾我忙不过来，让老师帮忙照顾我。巧巧，你说江叔叔是不是挺疼你的？那让江叔叔给你做爸爸，你想不想？
想，如果江叔叔给我做爸爸的话，我们班同学肯定不会欺负我了。那你就听妈妈的话，一个电话也不许接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耳朵竖起来，爱吃萝卜和青菜。老师，对不起，老师。哎，你好。俏俏怎么没来上课？俏俏她不是生病了吗？病了。啊，她已经几天没有来上课了，她的妈妈给她请的假的。啊，谢谢啊，对不起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俏俏病了是吧？俏俏不是病了吗？好了，俏俏，到哪玩去？今天网吧，又去网吧，不要去网吧，都玩什么？打游戏吧，打游戏吧，打游戏。行行行行行，小师妹，我叫董默，我们交个朋友怎么样？啊？哎呀，别急。起什么哄你们？对我还是那么大期望啊！有，请您。胖王，哎，晚上准备带我去哪玩啊？游戏，游戏。哎，洋洋，你平常在哪玩？好的，好多你，你打的游戏机，我告诉你，游戏机打的可好了，那是是电脑游戏还是那个塞币的游戏都打的可好了。还有他，我告诉你，他最爱看书，除了课本不看，书包里什么武侠小说都有，就是没有课本，老师罚他好几回。同学们读了课文以后啊，认真思考一下这样几个问题。第一个是小说。以祝福为题，它意味着什么？第二个是祥林嫂两次到鲁镇，以及临死前。江静静，你可别那么讨厌回家稿子状。我才懒得管你呢，洋洋。你这可一连三天逃学了，你都干嘛去了？你管得着吗？咱们都初三了，你不想上个好高中？我有我爸，我去好高中上吗？你就不怕你爸爸？怕我爸什么呀？你要不多嘴，我爸什么都不知道。这是干什么？我搬回来住。
要是为了负责任，可别啊！真成我讹你了。我本来就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人，就算是你给我下了套，我也要负责任。可你要是不喜欢我，以后你还不得恨我？国芳，甜言蜜语我不会说，我就是这么一实实在在的人。我想过了，我对你还是有感情的。如果你要觉得咱俩在一起还行的话，咱们尽快把手续办了吧。办手续？对啊。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你是不是还要再想一想？青年的抚养费，哎，不用，拿着吧，真用不着。青年现在真的不缺钱，再说管军挣那么多钱，他也没地儿花呀，他也没亏着青家啊。我知道管军有钱，可我是青年他爸，给他拿点钱，你不能不接着吧？我不是这意思。我是说，你怎么着也得攒点钱，不是？这以后还得成家过日子呀，没钱不行啊！甭操我的心了，我就是想告诉你一声，我想结婚了。跟谁啊？国芳。还真是国芳啊。你觉得不合适？没有，哦，合适。嗨，我原来想吧，你说咱俩一块儿过，过得不好，没劲，离了，对你来说是个机会，那你怎么着也得找一个如花似玉的年轻姑娘啊，就是没想到是孤芳。你觉得郭芳不好吗？我觉得他有点算计。我觉得你有点屈。你说你跟他结了婚，那也就后半辈子了。就这样了，甘心啊？其实看怎么说，他也有他的好，会收拾家。什么时候呢？这家里都是干干净净的，还有点小情调，爱摆弄个花啊、蜡烛什么的。会做饭，以前呢都是我做饭，现在用不着了。什么时候回来都是现成的。男人嘛，回到家里有人等着，有热饭菜等着，也就行了。你跟管军有什么初恋的感觉？这我没有，也就你们女人有吧，那么多感觉。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？就算定了吧。那你今儿约我来，就是算特意告诉我这事儿是吧？算是吧。日子定了吗？啊，还没有，就是先告诉你一声。嗯，现在上课，起立，坐下。管阳怎么又没来上课？
刚在这儿，怎么又不在？班长，你看一下考勤，管洋洋累计旷课多少节了？老师，一共32节。啊，你坐下。哎，江青青，你不是认识管洋洋的父亲吗？你通知他父亲明天到学校来。老师说了，明天让你爸去学校，自己看着怎么办吧。你这个叛徒！来来，哎呀，你俩不是在吃这个鸡蛋西红柿吗？快吃。哎，静静，你这人在学校怎么样啊？嗯。哎，对啊，我们俩一块儿上学，一个班，怎么样，洋洋？挺好的。快吃吧。怎么又没来上课啊？江青青，你跟他们家长说了吗？老师，我去了，他们家人没在。哎，你不好好上学，来这儿干什么呀？中午放学了，来告诉您一声，洋洋逃学30多节了。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？我早说，他不让我说。那你不会偷偷的跟我说？我这不是偷着跟您说来的吗？老师让请家长的，昨天就让请了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，我就不能告诉他爸爸。你不能跟他爸说。我的妈呀，我不是还没说呢吗？可我告诉您有什么用啊？我看您也甭管，要管也还让他爸管。那不行，那你这不是让他爸打他呢吗？洋洋，我等你半天了。我带你逛街去吧，我给你买身衣服，快走。洋洋，你累不累啊？要不然坐这儿歇会儿吧。哎，那有麦当劳，我带你吃去啊。算了，阿姨，想说就在这儿说吧。洋洋，你知道我有话跟你说。而且我要说什么你也知道。你今天怎么没去上学啊？而且你已经好几天不去上学了，你都干什么去了？能告诉我吗？阿姨，这肯定江青青跟您说的吧？是。您儿子说的您就信啊？您怎么不想想他有可能骗您的可能性啊？哦，当然了，您是他亲妈，我说的要是不信，我也不怨您。那老师找家长，这总是真的吧？我也是听江庆你说的，老师没和我说。老师都见不着你，他怎么跟你说呀？那你说，是让我去，还是让你爸去？让我爸去。您不让我爸打我吗？您不会是想挑拨我和我爸之间关系吧？您也甭去，我有妈。我跟我妈说了，她明天就去。这裙子啊，我不喜欢，您穿吧。静静，你可真够讨厌的啊！以后我的事儿你少告诉你妈。我告诉你，你妈是你妈，她永远别想当我妈。我要再管你的事儿，我就不姓江。
您找谁呀？啊，请问管洋洋家是住这儿吗？我是洋洋的班主任。哦，洋洋啊，那洋洋他们搬家了，您找他有什么事儿吗？那您知道他们搬哪儿去了吗？哟，您什么事儿啊？有事儿，我照着管洋洋他爸爸给留的手机号打了多少次也没人接，说是停机了，我这也联系不上了。哟，我也不知道管军电话。这么着吧，我带您上派出所找小玲去，她是管军的爱人。哦，我自己找她也一样。哎，那就这么着。好，谢谢您啊。哎，回见。您慢走啊。真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洋洋为什么逃学。那您有没有问过？哦，他逃学的事儿我倒是知道。您知道，那您怎么不管呢？对不起，让您操心了。回去我一定跟他谈。杨老师，您可能还不太知道，我是江静静他妈。那管洋洋是？是管军的女儿，我们是再婚家庭。不过您放心，您跟我说也没问题，总不能让孩子放任自流吧？那您要做得了主，我就跟您说。啊，管洋洋如果再这么下去，会被学校劝退的。您千万别，这事儿我做得了主，真的。跟我走。小燕，哎，我有点事儿，你出去一下。好的。进来吧。把书包放下吧。给你妈打电话了吗？问你话呢？没有。你不是说你打吗？你今天去哪儿了？我问你今天去哪儿了？哪儿也没去啊。哪儿也没去，总有个地方啊。你班主任说你今天没去上学，你这次总不会说庆庆撒谎了吧？你们班主任总不会撒谎啊？去哪儿了？游戏厅。哪儿？游戏厅。你整天都在游戏厅？是。那个游戏厅在哪儿？就是春树路的那个。叫什么名字？大象。什么大象啊？就是大象的大象。你这一天没上学，就都在游戏厅啊？是。声大点。是。钱哪儿来的？我爸给的。都是你爸给的？也有我妈给的。你一天在那儿花多少钱？回答。一百多。一百多多少啊？一百一二还是一百八九啊？那可不一样啊。一百五六。那个游戏厅老板知不知道你是中学生啊？你每次去他不拦你啊？哎，你好，我胡小玲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春树路是不是有一个叫大象的游戏厅啊？啊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那儿大白天的可有未成年人啊。对对对，初中的，你去查一下吧啊。啊啊啊！哎，谢了啊。哎，再见。你还想不想念书？我再问你一遍，这书你还想念吗？哭什么呀？我问你，这事儿是告诉你爸还是告诉你妈？我跟你说，
这要是连游戏厅老板一起查，就不归你爸你妈管了，你得上人管片派出所，派出所得直接找你们学校。你想派出所直接找你们学校吗？啊？不想。那这书你还念不念？我念。哎，陈老师啊，你上次说管洋洋的化学跟不上是不是？岂止是跟不上啊，压根儿他就没跟。那江青青的化学怎么样？嗯，他还不错，还是可以的。这就行了，让江青青帮管洋洋补化学。男孩帮女孩补课？不行不行，他们这个年龄段呢，男生跟女生是不说话的。他们情况不一样，他们是回家会说话的，他们是一家人。一家人？再婚家庭。哦。江青青同学，回头你帮管洋洋补补化学啊。不管。同学之间要互相帮助嘛，回头啊，你每天帮他补半个小时，要不然啊，管洋洋同学跟不上了。管不着。你怎么这么倔呢？你们两个本来就是一家人嘛。他爱学不学关我什么事儿？我不用他管。妮可，妮可。瞧把你吓成这样，你怎么能怕他呀？我怕他干嘛？我不怕。军哥，有人找你。谁啊？军哥，我大蜘蛛。哎，哎呦，少见啊！进来吧。没事，让你出去吧。哎，你出去，我跟军哥熟着呢。嘿嘿，军哥，嗯，好久不见了，怎么样，混得还行？还行啥？还行就不来找您了。我从外地回来这一路上，光听见你的消息，又随风飘，都说您发了，这不找您来了吗？就指望您在前面指点江山，我在后边牵马夺凳了。哎呦，什么时候学的油嘴滑舌的了啊？别说这，我听着瘆得慌。来，坐。哎。哥，你这是干啥呀？给你拿点钱。别，哥哥，我不要钱，我又不是要饭的。我是想你给个机会。我跟你说啊，珠子，到我这儿，咱们所有那些哥们都一样，一个我都不留，但是一个都不能空着手走。来，拿着。别，哥，我跟他们能一样吗？咱俩是一个号的，他们是隔壁的。再说了。这钱嘛，总有花完的时候，不接着挣也续不上。哥，我是真心的想改邪归正了。你也知道，不这么着，这道总是黑的，没那么多灯照着，也看不见亮。你说是不是，哥？这，珠子，咱话说到前头啊。我公司有一个不能破的规矩，不管谁来，试用期3个月，3个月完了以后，行你就留下，不行你给我走人。3个月短点吧，半年吧。3个月就3个月。哎，我说你这有点胖发福了，啊？真是奇了怪了。以前没钱的时候，我监狱里那些狱友都不知道在哪个旮旯胡同里猫着，这现在，哎。开公司了，好像有钱了，跟冬眠的虫子似的，开春了，呼呼呼，全冒出来。
哎，小张，另外你得记住了啊。啊。这个大蜘蛛跟我没有特别的交情。啊，一视同仁，到仨月了，行就行，不行赶紧拉倒，让他走人。知道。另外，公司的正儿八经的事儿不能让他参与。明白。啊，你去吧。行。你这儿还真够漂亮的呀，哥，你找我？嗯。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宝宝再上这儿来，多穿点衣服。可我觉得我这样穿挺好的呀，我现在年轻，我藏着掖着，老了不是一样起褶。我想着给你一个总经理助理的位置，再穿这样的衣服不太合适。你真的让我当你的助理啊？别的公司总经理助理都忙，您呢闲着，早九晚五打卡上下班就行了。门外边桌椅板凳我都给你预备好了。不光是为了你，也是为了老虎。这说话还有五个月，老虎就放了。你也熬到头了，只要这五个月平安无事就行了，啊。合着你还是为了看着我方便，那我就不谢你了。哎，哥，那下了班以后呢？下了班你不看着我，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呢？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也算是语重心长了，再说就不好听了。你能不能尊重点自己？你是想让涛子死还是老虎死啊？你想让涛子死吧？明天来上班，多穿点衣服啊。这儿有空调，怕你凉着。回去吧。那我走了。